丽丽往，丽丽往左一点。好，我们小狐狸是，我也不知道是谁，你是谁啊？墨桃。好，是墨桃先生。然后我的牛头是，大哥。影妹先生。好，我们的，这个，这个。轩逸，轩逸。啊，白色宝宝是轩逸老师，好吗？好，轩逸。我们原地转十圈，开始转圈圈。好，一、二。一那个内裤怎么那么大？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混战开始。看看他们关系到底怎么样呢？家人们，随着镜头，哈哈哈，好，好，好，出镜了。他猛的像个战神，我的老天爷！一打二，一打二，大哥在那里跳舞，大哥独自在那里跳舞。围裙掉了，继续打。暂停一下，掉东西了哈，我们导播镜头切回去。报装备了，报装备。切一下，切一下，切一下。好，谁的掉了？谁的掉？丽丽手扒一下就给扒开了。啊！别踩！谁的掉了？你的掉了吗？肯定有个煤气啊！你的掉了，你的掉了，掉哪儿了？我没法拿，我怎么拿？报装备。好奇怪啊！你不用掉腿底下了，你帮他拿出来。从这里直接拿。这个也没有气了。你为什么没气了？嘴巴都出血了。那我们电池还够吗？太猛了，轩逸刚跳起来，丽丽啪一下就给掰一边了。你能不能自己拿？我来，他就在屁股里面。掉了。不是，然后大哥一个人在那跳舞呢。好，换个电池。过来看他们，看哪个缝隙我能进去。哎呀妈，笑死了！应该还有衣服，我们找两个瘦一点的。队长，他们仨打你。队长，你找个人撕名牌吧。厨房就在里面。好多盒饭，不是打完再做。这把太狠了，光拿手干，太壮了，随便一打，全部打到肉身上了。不是，我们尽量不要打头，好不好？打头还是打肩膀，打那种肉厚一点的屁股啊，什么种地方？祝你们好运。下一轮撕名牌呗。这结束就撕了。二硕、瑞林、千叶。